来，俺今天给你整个重口味的。有多重嘛？一会儿你就晓得了。阿刚，我回来喽。才又回来啊？好，俺让我喝茶去喽。好饭不怕晚了嘛？今天给你整个木炭火锅，好好的热乎一下，阿公。阿公，天气冷了，给你买双新棉被，新棉花暖和得很。呀，我在江建冷的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好新鲜哦，好多热乎的阿公，你看。哎，这是老板娘有点洗都不洗啊。平常是老板娘洗的，今天老板娘不在，只有自己洗了。你把球的。好来啊，拿个碗过来，把这个料装起来，一会儿给你做个牛排汤。你自己吃吧，我闻到头疼。你看这每一片里面都是真材实料啊，你看这个闻就能上头啊，一股酒糟味，吃的我一片一片香。哎呀，终于整干净了，再撕成大片子。再切点羊肉卷，还准备了蟹排、火锅丸子、小酥肉、午餐肉、鸭血，点上木炭。冬天吃火锅越吃越热乎，葱姜、花椒还有加入高汤。哼哼，阿公快来吃榴莲。阿公讲我是去骗我，是我在拼多多九块九抢的，还是国行正品，全国联保。哎，这种好事啊！就是点击专访链接就有机会抢到了。打一个味的蒜末、香梅辣、葱花、香菜没得，香油、鸡精、蚝油、烤肉，开锅了，下菜。阿公最喜欢吃这个了，小酥肉。阿公来哦，开请哦，要得很干，切。来，把这个午餐肉，来吧。哎呦，蟹排，来。好的。嗯，我冬天要吃点火就这样。我又吃了哟。来，整个毛肚。哦呀，大片大片吃。哎呀，哦，七上八下，七八。那我啥子个毛肚，脆生生的。我不想吃那种啊。脆生生的啊。哎呀，果然很脆啊！哦呀，毛肚我们亲不动，亲不动了，脆的亲不动了嘛。阿公，酥肉怕了，你吃酥肉。咱们阿公来吃酥肉，酥肉好。好的。嗯。我毛肚说是吃了怕了是吧？人家搞不懂，毛肚搞不懂。吃饱没有？吃饱了。明儿晚上记得吃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，我想放上去，我们，我们，我们的脸，拜个拜。